在教学生，然后学生把这个过程记录下来，然后呢上完课以后每个学生都要亲自动手操作过，不但是操作，而且是操作熟练，可以一遍两遍甚至三遍五遍，反正就是操作到熟练为止。这里是我们操练的手机，各款手机都有，这些诺基亚的、索爱的、 LG 这些都有，三星这些里面有杂牌机，有各种国产机，还有这里是编程器，编程器这个是 UP 编程器，也有加大。我们会根据不同学员的要求。